要说啊。牙刷和有便宜吗？这里不会便宜的，你要买牙刷刷头就会便宜啊。对啊，我说刷头便宜吗？因为要先买牙刷刷头才会便宜啊。那就买牙，就是要买牙刷刷头，那到底在讲什么？没有，你要先买牙刷头才会便宜、啊。哦，你要逗点，要逗的，要逗的好，你要先买牙刷头才会便宜啊？什么？没有，我说你要先买牙刷刷头才会便宜啊。先买牙刷刷头，对啊，你说先买牙刷刷头才会便宜。你到底会不会讲？没错啊。先买牙刷刷头，你要点啊，要对要逗、没有，我讲话要怎么逗点？